看范例在你题目说呢，有个那个图形的规则图。那么请问你第三十个图一共几个那个黑点？好，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，我们假设第一个图就是 A 一。好，请问你 A 一是多少？一二三四五吧，对不对？那 A 二呢？第二个图除了一二和一二三四，哎，对不起啊，我现在怎么想哦？你把这五个点啊。这五个点有没有想的是原来的五个点，那看它再增加多少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所以它是相当于五加七，是十二。好，那第三个图呢，也是一样，这五个点就是第一个，这个点呢就是第二个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画红色的部分，这个区块里面就是原来第二个图，所以是五加七，再加多少？一二三四。六七八九十，一加十对不对？好，五加七加十。好，那这个题目开始变得简单了。为什么？你看它的规律性。这是五，这是七，五加七，然后这边是加十。你猜 A 四呢？是三十一样。好，数出来，数一下好不好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然后怎么样？十三吗？加十三，因为五加七是加二，七加十是加三。一加四加，一加四加七加十。一加四。那五加三是一加四。一加四，然后呢？一加四。一加四。加七。这个。一加四加七加十，可以，这样可以。所以 A 一加四，A 四的话应该是一加四加七加十，加十三，对不对？看懂了哦。好，那我们怎么去想象这个东西呢？它的逻辑在整个逻辑上面，整个逻辑。首先，那个 A 四的话，总共有五个数字相加，对不对？那题目是问第三十个图嘛，所以相当于。A 三十相当于一加四加七，加第几项你知道吗？第不能写 A 三十一啦，因为这个 A 三十是我讲第三十图的，反正讲是第三十一项，对不对？所以相当于说，我说你写 A 三十的话，我们就要做个调整，好不好？把它改成的是 S 三十，因为相当于求总和的意思是一样的。好，那这就相当于求第三十一项。加个块，会了哈，所以怎么算呢？开算了 ，A 三十，是不是？上比一，下比呢不知道，好，我们直接在公式吧，我们用两倍的 A 一好了，两倍的 A 一就是二乘一加上 n 减一个 d，n 的话是三十一哦，不是三十哦，因为我们是从第一项加第三十一项，所以是两倍的 A 加 n 减一个 d， 所以应该是三十个 d， 然后呢乘上三十一除以二。然后 D 我也知道 ，D 是多少？一四七，一四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改一下，把它改成三。哦，计算出了这个答案，所以答案就等于二加九十乘以三十一除以二，所以这九十二了。九十二除以二是吧？四十六乘以三十一，那就答案了。非常好，所以答案多少？来看一下，答案是。一四二六，一四二六，所以总共有一四二六个点。好，这个你把它算一下。